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现在正在一个不知道是哪个楼的天台上面拍摄，对，特别的美，夕阳，夕阳，对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冷，但是我今天有南北店的校服，所以说给予了我温暖。然后马上就最后一个镜头就可以收工了，对，然后给大家再转一圈。耶，这个楼好高啊！哎呀，好冷啊！就这样，我要把我的手放回兜里了。再见，大家。